好，我们是仙剑小路上啊，大家看到我身后没有啊？种的有青菜啊，就是我们家经常吃的菜啊，农村比较方便，随便种点菜都可以吃啊。据天气预报说啊，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啊，有强冷空气要进入我这个地方，知道不？所以说啊，几个你把这个柜主干弄来，给它打上一层厚厚的薄膜，让它省得把菜冻坏了，不然咱过年吃啥是嘞？看看，拿个主干样不样吧？啊，我简单弄一下啊，大致咋弄嘛？就是弄个主干搁中间，两小棍一撑住，余部往那一盖，OK 了。然后一盖圆圈，一盖严实就行了。我现在拿这个主干先样吧样吧啊。比划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你不知道我普通话说的不好吗？挺好嘞。正好我拿主干似的，搁这一弄，这样正是一撑撑拢，余部一打完事儿。啊，这个主干反正。10块钱买小钢锯，怪够灵用的，这咋弄？就带一根小钢锯。哎呦，不赖！我看刘队长原因都在这儿。哎呀，二级风、三级风、五级风没事。这还有点高，这个高？可以，正好吧？嗯。啊？这边高点，矮点是吧？中吗？中间再拆一个要不？再这菜园马上弄毁了要不？哎，这多麻烦呀！我的亲娘，本来人弄好了，闲的太趴着这了，又差了几个工资。你看你拿的咋拿的？我这前面顾不住后面了。我还是没干活，你那鱼不脏的话，你咋吃这菜？这都种菜用过嘞。啊，哎，这顾头顾不定，那边顾不住这边了。看我这不有点意思了吗？是的，是有点意思了，还是趴着这呀这？这太高了，这地方。这好多了，趴着不？这菜不就先提前吃，干活不干。干了，干了啊！鱼没上了吗？我这干的。爷，回来哈。气不中来。北风，咱这好刮北风。这北风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。可是呢。咦，你不懂啊？北风不从俄罗斯风刮过来的吗？俄罗斯不是有个西伯利亚吗？没文化，你真可怕啊你！这反正也比较简单一些，用砖头一掰，一压，这样也凑合吧。应该不会被风刮起来。你那看多大的风啊！12级风，我谁也拦不住。啊，弄了一会儿弄好了啊，那边鱼布不够啊，又借的给绑了啊。这菜大致弄了，省得今天晚上下雪嘞。提前弄好。应该下雪淋不住了，这回可以好好的吃青菜了啊！这青菜都用火锅的，炖火锅最好的菜。